狮子追杀，孤军奋战的他会不会逆风翻盘呢？跟着小炮继续往下看，一头水牛正在被狮群包围，此时的处境相当危险。一头狮子率先发难，飞快地扑向了水牛的身后，其他狮子见状也纷纷开始行动起来。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强大的水牛竟然轻松将狮群甩开，让狮群彻底失去了主动权，即使是雄狮也拿他没办法。此时的水牛气焰高涨，盯着狮子似乎想要单枪匹马冲进去，最后还是理智地选择了离开。可身后的狮子哪肯轻易放过他，追着水牛紧紧地跟在他身后。水牛的表情看起来很淡定，从容地看着眼前这些敌人，之前的交锋让他充满了信心，相信这次也能轻轻地将狮群摆脱。可狮群似乎改变了进攻策略，他们扩大了包围圈，在水牛看不到的盲区率先发起了进攻。水牛继续使用原地打转的方法与之抗衡，可惜这次却没能将对手甩开，还让雄狮抓住机会咬在牛背上。所有狮子一拥而上，咬住水牛的屁股和后腿，成功限制住了水牛的移动，这让水牛直接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。雄狮一蹴而就，顺势将他的后半身压倒在地，狮群赶紧又围了上来，在水牛周围找合适的地方下口。水牛虽然奋力地想要站起来，可狮群却一起用力摁住他，让水牛根本没有起身的机会。狮子疯狂的撕咬让水牛痛苦不堪，让他不由地发出了惨叫声。随着越来越多的狮子加入这次狩猎，水牛逃生的几率变得非常渺茫。如果能得到同伴的帮助，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。水牛发出的叫声也是一种求救的信号，但即使是这样，同伴听到后会赶过来吗？而且水牛也不一定能坚持多久，此时的水牛也没有了之前的气势，整头牛看起来有些无助，除了大声的吼叫似乎啥也做不了，还没坚持多久就趴在了地上，似乎已经放弃了抵抗。狮子当然不会跟他客气，几头狮子伸出爪子用力一推，直接将水牛的身体给侧